各位看这整面的功夫，让我越吃越燃，越吃越过瘾。台中高质感小面馆，你们快去试试看吧。太嘎好，爱嘿梅森。今天来到这家位于台中北区汉口路的墨竹亭，他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燃面，各种调料堆叠出的滋味是最精髓的重点哦。燃面有两种说法，据说这碗面因为辣油能够将火点燃，也有吃了这碗面会让我们过瘾到燃烧起来哦。墨竹亭的墨指的是拌面的酱汁，好的面条搭配好的灵魂酱汁就是这间店的宝藏。竹是指面条梳理得很整齐，就好像竹子一样，而且他们家的面条 Q 弹不软烂，我很喜欢哦。今天点了鲜虾抄手燃面、秘制鲅鱼小面和蒜辣泡椒鱼面，这三道都是墨竹亭的人气王哦。鱼肉非常鲜嫩，带点酸爽的汤头，越喝越舒服。看我吃面，你们是不是都肚子饿啦？再来这道鲜虾抄手燃面，花椒的香气带有火辣辣的滋味，再搭配扎实的鲜虾抄手，这难怪是招牌。喜欢丰盛度满满的，就选择秘制鲅鱼小面吧，绝对让你爱不释手。再来清爽的樱花萝卜，迷人的红油口水鸡，爱吃辣的朋友，墨竹亭千万不要放过哦。